这个包子机啊，讲解一下这个操作视频。然后这样啊，向下按一下，这是一个急停。然后你想启动的时候啊，必须按这个箭头啊向右旋转四分之一，它就会自动浮动起来。它就浮动。然后啊，这个成型控制，你像这个左旋转，它就打开了。这都像左旋转，这个是供面的，这个是供馅的。你像这成型打开以后啊，它就开始启动这供面系统。然后呢，每次用以前啊，你就这个刷上这使用油，像这个位置和这输送带上面，每次用以前刷一次使用油，然后这个盒子里面，这个每个星期你检测一次，哎，放点使用油或者这个机油都可以。咱们这三个开关这不都打开了吗？然后先操作这个成型，一般你这个数据啊，你就调到那个30就可以了。小数点以后的数据你永远不用去看它。第一个调的成型，你大概到30就可以了。然后你开始供面，比方说啊，咱们做这个100克的，怎么调试啊？这成型调到30以后，然后你开始就是供面。你先称一下这个空包的重量。比方说，再做的100克啊，比方说你要求这个面皮要求，都30克、50克、60克，哎，你就可以先称下这空皮的重量。比方说，咱这不是做100克嘛？要我们打个比方，就是一半皮一半面，就是50克皮50克馅，怎么做啊？就是先称下这空皮，看这空皮的重量是多少。它现在是51克。比方说这个皮啊。重了或者轻了，你就加减这个面的这个数据就可以，直到达到你要求的这个数据。比方说现在达到这个达到要求了以后，你把这个成型和供面把它关掉，然后啊，你就在这下面啊，在这下面放个小盘子，开始供馅，让这个馅啊达到这个出口的位置。你看见这有馅儿了，是吧？这有馅儿以后啊，你把这馅儿，这个让它归零，这些数据，然后你这里，然后你就启动，把这个成型和供面把它启动，你就开始供馅儿。现在这不开始供馅儿了吗？咱就啊，你现在过会儿你把这个包子称一下，这个。前两三个你不要称啊，称下这个包子的这个重量。刚才不是咱这个皮是51克吗？你再称一下，这个70减51克啊，它还有19克，这个重量达不到这个馅儿，对吧？你都把这个馅儿啊。就加这个馅儿的数据，直到让它达到100克，那都是51克皮，49克馅儿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再称一下，现在就说总重量减五十一，减上那个皮的重量，就是这个馅儿的重量，这个还是达不到100克，对吧？你证明这个馅儿重量还没达到这个馅儿的重量，你能把这馅儿的重量再调制一下，直到它达到100克。这叫面兜，这是放面的。你把和面机和好的面放到这里面就可以，就和都把那个和好面以后啊，你把它弄个菜刀，把它来这么一大块，把它放到里面就可以。然后这个是放馅的，你把馅做好以后啊，把这馅加入这个兜子里面就可以。
它有三套扳手，这个是在这儿用的，这儿和这儿用的，然后这个是在这儿和这儿用的，像这个是在这儿和这儿用的。然后怎么拆装啊？用这个，这叫弧形扳手。这个叫面碗，这个叫馅嘴，用手托住这个角龙，以免它脱落下来砸到这个刀具上面，然后从这儿都可以取下来。这个叫主角龙，每次安装的时候把这里面啊刷点这个食用油，这里面有个这个密封圈，到这个叫副角龙，这副角龙上面那个锁母，这可以向上抽动，然后就这样可以取下来。这个面仓这个基本上就这样拆装拆卸的，然后给你讲解怎么安装。这个东西啊就在这儿放着，这有个定位的孔，把这个啊放到这个定位孔里面。这个副角龙都安装完毕，然后咱们安装这个主角龙。这个主角龙安装的时候啊，把这些锁母向下移动个大概三四圈就可以。这有个键，那还有这里面啊，这有个键槽就在这儿。这叫机头，这面用这个扳手啊，略微的有点力就可以。用这个扳手啊，先下把这个然后用手把它锁一下，先安装这个线子，这一个石头一把留边上你就可以。在放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放平。
这样这里边有个词儿应该卡到位，卡到这个词儿里面，然后用这锁母把它锁上就可以，或者直接放到这个锁母里面也可以。用这个钩形扳手，这个大钩略微的有一点力气就可以。然后啊，咱就说看这个啊，就是这个这叫线钩怎么拆装。用这小的这个钩形扳手把这个锁母松开，然后把这个再松开。这里面有个角笼啊，把它取出来，然后这样用力向下按，然后向右旋转就可以取下来。把这个小锁母把它取下来，这个像这个管道啊，你可以用个食品袋把它兜住，放到你的冷藏箱。用这个扳手向右旋转，这都取下来了。这拆装就完毕了，然后这个东西就在这卡着，这有耳朵，然后这样一旋转，它就把这个都卡住了。先把这个锁母放上去，然后咱们说怎么安装。这有个密封圈啊，你要注意这。然后这有个凹槽是向下的，这是个那密封垫，然后把它放到这儿，基本上这个面啊比这个密封垫的面稍微的高一点，然后你把这耳朵这儿像这样放上去。安装主要是这点安装的，你看安装的注意，你看这个，这叫十字头，它就在这卡着，就在这凹槽里面卡着，这是十字头。它这样，这个叫叶片，它只要是这个交叉式的就可以，怎么也能用，只要是这个交叉式的，就像这样安装。看它这样安装的，然后你都卡到这些卡槽里面，这个叫线泵，然后你就这样放进去，这个耳朵啊一定要放到这耳朵这个位置这才到位，然后这放进去的话，大概这个口和这个口啊是一条直线就可以，大约。然后你把这个向左旋转，然后用这个钩形扳手把它卡住就可以。这个卡这个要多少用点力，这个叫扇形盘。这有个耐磨垫，这个耐磨垫是向下的，你要注意这一点。用的时候啊，把这个上面啊刷点这个食用油，每次用的时候，你要拆装好以后安装的时候放在食用油吧。这个上面，这有个定位销，然后这有个定位孔，这完毕了。这个角笼啊，它就在这放着。
这有个定位的这个秤的一个原件，这个你像这个逆时针旋转，它就卡到位了；正时针旋转，你就可以取出来。这都是快装快卸的。然后这个叫线儿，你把这个等放上去，放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持平，掌握这个平衡就可以了。这个然后再把这个饺子放上放上，用这个勾形扳手把它卡好，这就完毕了。安装这个上面要注意一点，千万不要放这个扳手，里面这个包底造成损伤。